谢谢，我就一个事儿，拜托大家。谢谢，我王振能有今天，都是托皇上的福。皇上想要亲征，谢谢，咱们得帮皇上办事儿啊，勇往直前，勇往。 才能值钱嘛！谢谢，你们呀，才能安生给我做好儿子。是是是是是是，谢谢你们，还有你们的亲戚，得写折子呀！写写写写，一定写折子，写折子，得声援皇上亲征。 哎，谢谢。哎，谢谢。凡是写折子的，把名字报上来，我都得关照。谢谢，谢谢您。您的事就是我们的事。谢谢。您何必这么客气呢？您交代一句，自有儿子们操办一切。 啊！来，干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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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绝对太对了，说的对呀、啊！是啊，我是这么想，皇上也是这么想。是是是是是。可太后她不是啊，所以我今天拜托各位老兄，替皇上摇旗呐喊。你们也别太害怕太后，等过几年皇上一大婚亲了政。 太后在坤宁宫享清福，你说说你们，一个个为皇上立过功的，皇上日后能忘吗？是是是是是是是。大明朝不斩言官，你们最多写几个折子，到时候丢了帽子，还说皇上不重用你们吗？就算你们真被太后撸了帽子。 我王振丹宝，你们个个也都能做几年富家翁。嗯，是啊。哎呀，这么多金银呐！是啊，这不少多金银啊！这么多是啊，见过这么多呀？你看，从来没见过啊！是啊，从来没见过。是啊。 是，哎呀，来，拿着，谢谢，拿着，哎，谢谢，来，哎，谢谢，我知道你们，你们个个清官，一贫如洗，这是，我这些钱啊，本来就是留给皇上办事的。 我一个六根不全的，要钱有什么用？啊，来，都是我的好兄弟，替我花了吧。好啊。但是，我有句话，把我当好朋友的，明儿就把折子给递了。 哎，好。要是拿钱不办事，我的利息可不低啊。您放心，您说写啥，我们就写啥。哎，对，您说咋写就咋写。哎，咱们给公公干活还要钱呢，这不是？ 忤逆不孝嘛！对对对，给您做事不要钱，您做事不能要钱，不能要，不能要，不能要。